你看德国人这点确实牛啊，人家每一个犯人都有照片儿。我觉得我很佩服这个德国人这个归档能力啊，他就是建档案这个能力确实很高。我们可以看到纳粹的很多资料，最终为什么能够被解密，就是因为德国人自己记得很多，然后都保存下来。这些犹太人也是一样，你看他每一个人都给人照个照片。那你这不是相当于告诉别人你在做这个事儿吗？太蠢了。